你要是不说，老子就让你过不了今天。不相信，你就试试。冯队长，如果是你被抓了，你会向别人交出李云鹤吗？臭娘们，你他娘敢跟老子叫板，老子现在就把你滚开！ 白小姐，你的人都扣在这儿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盘尼西林，治枪伤的药，我想现在有个人在家等着这个药吧，嗯？白小姐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也是燕子门的人，门里人的性格。 我非常了解，如果我爱的人被抓了的话，我一定会来救他。时间可以证明我所说的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哼，李组长。 组长好，哎，冯队长，李组长，哎，处座不是让您今天休息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问你，那个白小姐有没有交代李云飞的住处？哈，我和处座已经审过了，这娘们嘴巴硬得很，什么也没套出来。哎，这事儿交给我呀，我对付女人可是有一套。 你永远也不会有人喜欢你这样的下三滥！你再说一次，李云龙，你永远也得不到爱。我得不到的，李云飞也别想得到。
三弟，你干什么？既然他什么也不交代，那我就替你杀了他。哎，三弟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留着他还有用处。白小姐，我再给你几天的时间，好好想想。李云龙的性子你已经领教了，下一次，我想拦都拦不住。嗯。滚。好好想想。